据韩联社10月3日报道，韩国法务部3日表示，韩国国籍法施行立修订案近日已进行立法预告，并将于12月20日起正式实施。由此，获准入籍者需在入籍证书颁发仪式上进行入籍宣誓方可取得韩国国籍。韩国法务部认为，颁发入籍证书和进行入籍宣誓将有助于提升韩国新移民者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但15周岁以下的儿童或残疾人等行动不便则可省略这一步骤。据韩国法务部介绍，国籍法修订案规定，移民韩国的入籍条件之一是品行端正。根据规定，针对在暂缓起诉日2年内缴纳罚金日5年内缓期执行期满日7年内监禁以上刑是处罚刑满日10年内的入籍申请者，法务不可拒绝入籍，未缴纳赋税者也不符合入籍资格。另据韩国法务部资料显示，去年共有10086名外国人取得韩国国籍，原国籍为中国 47.4% 者占比最高，越南 37.1% 排在其后，